接下来这个是由美国的星星了，哦，然后呢，它每个星星都不一样，甚至有点像海星，就是水里面那一种，还蛮复合的一个感觉图案，哦，然后蛮特殊的，你看这有小小的蓝点，对不对？那是大大的蓝点，蛮有趣的一个东西。这边呢，这个就好像有点像那个什么普普风。有没有像那个什么小丸子的什么樱桃吧，樱桃小丸子啊，不是就有点像小朋友可爱但是却是又很性感的，这个应该蛮讨喜的。 OK， 好，这个就是荧光的咯，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抢眼，你如果要在海滩赢过别人就可能要穿这个在黑夜中可能也会发光。然后在这边，这个的话，就是它有白色的这个，做这个白色的这个，叫做蝴蝶结，它这个呼应的，哦，然后它是也是有两层，所以是很安全。OK， 好，再来是这边也是普普风，普普风就是。你看它有不同的这个，它会造成视觉的一种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会律动，会动来动去的感觉，还有立体的这个四方形跟菱形，然后去做，然后做边排列，然后这边就是有两个渐层，然后这边是有白色粗腰带这样子。 OK， 那这边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颜色普普风，它这些颜色它会律动，就是上上下下，好像又像跑马灯一样。你看这一管一管的，有没有？是很特别。然后再来就是回到这里啦，这里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紫色，但是它这个设计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，它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就布料产生的渐层感觉，好，特殊在这个地方。那因为这个东西不能烫，所以它下水以后，你知道下水以后它就会自动，因为它是莱卡，就是非常非常有弹性。好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它非常非常有弹性，所以很多人 size 都可以穿。好，这个就是最后一套了，终于了，20套，我已经讲20套。OK， 那个口水都快干了。这个就是蓝色，然后滚的是黄色的一个边。然后又很简单的一个，这个叫做蝴蝶结嘛，哦，好，那么今天这20款，我们会特别来把它放在一个馆里面，然后3件799。其实我知道我们公司的员工好像也有买，而且好像还有男生买给你，所以这20款特别来做优惠给大家。3件799，一件平均是200多哎，哇，那就是赔本卖。那个财务长都算清楚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优惠。那我想就是说，我们给大家很多好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解放一下，我们这个台湾不要太保守，大胆秀 ，OK。好，那就到这里，我们跟大家说拜拜。OK， 拜拜。